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米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画室与冒险啊。先把画机秒一下，然后继续开始战斗。记得上这熄火吧，穿上吧，开始战斗，战斗。好，胜利。他怕怎么了？神殿塌了一下，我又怎么了？看着热，还有装备呢，进了金，升了级。马不够了，这经验的都赚不够了。好嘛，优秀经验没有，不成，许愿，免费许一个。任务00，成就00，好，牛剑00，然后我的优秀就用到升级了，加油紫的。是的，先生啊，三下，二星级，怎么办？好，这是我们的战衣，特里，哦，这里的火，五星的，这个可以。经验不够，好，就这样。这是我们的战役吧，开始战斗，这就胜利了，毫无疑义。这接下来呢？是来不及了，不要放弃希望，至少让他通过仪态之门。我知道了。听阿克夏说，仪态之海会抹去你的记忆，但如果有奇迹的话，不，一定会有奇迹的。希望你能记住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。如果这个世界注定无法被拯救，你还会。行行。
这是什么表情？赶快起来，午休时间早就过了，你究竟是有多能睡啊？我倒要瞧瞧年纪轻轻的你有什么本事，可以让泰格瑞尔玻璃体把你为指挥官。追捕魔神是我的职责。我将阻止黑暗蔓延。你会陪我研究雷电魔法吗？我能做到的。我能做到的。我必须维护魔法森林的安宁。电到你了，哼，那还真是抱歉的。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。关注，评论，收藏，投币。